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要用道罗斯来补一补盾，没错，就是毒龙的梦魇棋，准备的是临时抽的队员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吧。那龙科可以带这种回复力增加的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队员的部分就尽量塞那个回复力增加的就可以了。像我这队配出来是我认为比较黄金的组合，所以提供给大家。那树王跟妖蛋的系列，它可以有一个组合技能。那这队从头到尾它还蛮速刷，它就是一 combo 一 combo 一 combo 就可以了。所以这队也是另类的速刷队员，提供给大家。来到第三关，而且它的伤害其实还蛮高的哦。说完马上打脸，我每次说什么他都会打我脸为什么这么凶？很惨，然后来到第四关。第四关这里呢，我们也是直接来哦。我要认真转，好不好 ？OK， 接着来到第五关，天降哇，直接带走哇，太惨了吧！太惨了吧，刚才那个。有点扯，应该那个天降。好，带走应该是没问题，虽然稍微拖到了一点时间，但还是顺利带走了。接着来到第六关，好，那我们第七关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要先做。一下版面，下面的版面先给排好。然后就是消上面的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就。先来消一个，把表面先消的干净一点。水火木光暗好像都有了。OK， 把它给带走。好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问号珠就全部做消除了。接下来到了第九关，第九关这边呢，直接打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伤害也非常够，来到王冠，这边先回一下血量好了，刚刚没有补满血，这边要补满血才可以空转，不应该说消一 combo 啊，空转也可以。空转吧。好，接下来开技能顺序放，对，下一关的开技能顺序非常重要，等一下再为大家示范。这边先带走他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顺序带走之后，来到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的开技能顺序非常重要，首先先开道罗斯，然后剩下的是就是照顺序开用就可以了。组合技能。OK， 这样就没问题。好，尽量多消点珠子。然后把龙科也开下去，可以比较确保真的可以带走它。其实不开龙科之前，你看到那个异补盾就已经补了100多万了，所以开龙科是锦上添花啦。有时候可能刚才是有多天降新珠嘛，如果没有天降那一组新珠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危险。那开龙科技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异补已经到200万了，所以这队的异补也蛮 OK 的，蛮够的。好，就这样子顺利带走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临时抽的队员的道罗斯通关毒龙的方法提供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毒龙梦魇通关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电脑及旁边的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那我是凯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